主料五花肉1500克，辅料油蜂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首先把五花肉切成大块后放冷水锅中煮，开锅后再煮15到20分钟，然后取出放在屉上控干水分晾干。准备好蜂蜜，在晾干的肉块上涂抹一层厚厚的蜂蜜，烧锅热油，然后等油五成热的时候放入涂好蜂蜜的肉块开始炸。这是炸了 5.6 分钟的样子，再稍微有点变色，直到炸到皮黑红，肉也是红色就成了。看，很鲜亮吧，炖着也很好吃呢。烹饪技巧，这个烧肉一定要选那种五花三层的最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